姐，怎么了？我们都知道现在空污很严重，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，那会损害到我们的头发吗？当然会啊。其实空气中很多脏物质默默都在伤害我们的头发哦，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而已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现在市面上有没有商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当然有啊。我们生活 NPPE 的蜡木奇迹结构还原护发霜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哦，里面含有美容等级的蜡木蛋白，里头阳离子会形成一个保护膜，来防止我们的头发受到空气中的脏物质的损害。另外里面还有滋养果油、维他命 E 还有胶原蛋白，来使我们的头发恢复弹性及韧度哦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们赶快去购买吧。好啊。